一次咧，就呢個新年第二轉課嘅，咁啊新年第二轉課咧就會同平時做法唔同嘅，就會撈個 list 落去個order 單度嘅，咁啊而家咧就試把一次撳呢個店鋪訂貨啦，咁啊撳右上角新訂貨單。嗱，咁啊，揀翻新年第二轉播，確認啦。嗱，咁啊，新年第二轉播咧就42個 item 嘅，咁啊，我就試下入其中 item 啦。5件，改咗啲咧就會有顏色改變嘅，咁下面就改。6件啦，6箱啦，咁如是者咧，我入5個，咁啊就唔需要，直情唔使嘟嘅，見到乜嘢咧就揀嗰只貨就 OK 噶啦，咁啊5次示範就咁多。